切了啊，肯定切了，不可能中空的。哇操，为什么阴阵，我操你妹了，这是妈的服气了。地府丢地府的话，无理中金身舍利挂起来啊，无理中金身舍利挂起来，地府的话甩灵智好吧，给这边留出灵智了，灵智灵智，你和尚也上个盾好吧，和尚把盾上着，宝宝咱们拍这边四号，我把四号拍了，操他大爷了，不怕我们开云阵吗，这是对面有点狗了，这是两封信，这风阵都他妈不开，对面没有地图可以抓回来的，抓得回来，确实抓得回来，和尚出个宝宝先，宝宝先拉一只，你神马踹自己扫对面的二号宝，二号宝扫了，好吧，我们宝宝继续干四号，和尚拉个宝宝啊，宝宝拉一个，你地府抓速度抓，肯定抓。我封一个法器啊。你封一个法器，煞气鱼。他妈是怎么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开地震，妈的，除了阴阵大扣我们，没有阵扣我们了，五阵风阵都是被我们那个啥的，略我搞不动了，和尚拉金刚吧，好吧，金刚拉一波，拉金刚，地府爪子继续抓啊，爪子抓，你无动封封另外一个法器，继续封继续封，爪子已经抓了一把了，我不知道还没有医术，我还有医术还行，心情抗风的没办法，大堂去扫二号宝，继续把二号宝扫了，神马踹自己，和尚活血活一下这个神马，好吧，神马活一下，地府打个眼先吧，好吧，先把眼打一个，我先接个罗，你无动封封对面的医术吧，把他们医术封了吧，我出了宝宝，那没喊你出宝宝之前别乱出宝宝，你我先罗的，你再出宝宝对面人家只要单面的宝宝，你宝宝又飞了，一定保住好宝宝，出他妈也赚了，被吹了，艺术对面没有抢了，连破连破，我们第一回野兽起了是吧，被打了，不要不要，这四号我他妈根本清不掉，这四号我，你和尚给我来个留影诀好吧，给我来个留影诀 OK， 无理动的话我不摸你，
医术那不用抓子了啊，够了够了，医术有了。大唐有没有隐身宝宝啊？大唐有没有隐身的？没有隐身的，没隐身的时候你烧得出来吗？那你拉个龟速也行，好吧，拉龟速。和尚的话把塔立一个，好吧，屋里东西立塔，把塔立着，立塔立塔，你们都立塔 ，OK。我们罗汉接不上，有点麻烦了。大唐多少分多？够接罗汉不 ？OK， 你下巴折罗了，可以，你先出个宝宝。狐狸洞出好不好啊？出不是隐身的啊，出壁垒就行了啊。大唐之暗罗汉帮宝宝罗进去 ，OK， 115不够罗啊，115不够罗，不够罗的话，我们女娲村上盾，狐狸洞上盾，地府上盾，和尚也上盾，好吧，上盾，你大唐也上个盾，五个盾上着吧，对面大秒过了，藏不住了 ，OK。对面罗汉，狐狸洞，狐狸洞有罗汉是吧？你狐狸洞罗不出来，应该你罗不出来，上盾你罗不出来，肯定罗不出来，别罗。你把他笑死了！对面两个六神风铃，这他妈这么大克，两个六神风铃直接一波起飞了，行不行？真神还没效力你，牛逼啊！你们没取秒。知道我们愤怒不够，好，这宝宝敢吃，应该是我们亲对面宝宝了，他妈对面亲我们宝宝亲的不要，哇操，9000，好玩意思都是，出宝宝好吧，无论出宝宝 ，OK， 出宝宝，宝宝都出一波。大唐开扫，扫对面的四号波，好吧，把他扫三号波，我干嘛了？和尚出一个，别自动了。出，我活血了。出宝宝啊，别出啊！对面不笑我们愤怒也是奇怪的，我操！让我们挪。哇，没事，够了不？大唐够不够？大唐够 ，OK。大唐够的话，一定要出好不好啊？你和尚出好不？把宝宝挪进来可以了 ，OK。屋里洞金身舍利继续挂起啊，金身舍利继续挂起来。地府没事干，爪子把他流程抓两把，他吃回数的蓝药了，别让他抢到医术。对面笑谁都不会笑大唐的。建议三层，轰不中，现单秒对面，宝宝飞他妈太快了，我知道了，亲宝宝亲不过他们，我们宝宝死的比较多了已经。你大唐扫对面的二号宝宝，二号宝宝继续扫了，好吧，扫二号宝宝，B的宝宝跟一下二号宝宝啊，和尚拉金刚嘛，干脆，那个法风宝宝开我一下啊，法风宝宝开我，
屋里装的杀伤包包开我的药栓。终于效力了，开始控罗汉了。我都没出现。把方能配合上。我分都被笑了。还好避雷根的没问题。我操！还好法方他妈绿盾的脖子上好高啊，感觉他妈的，我们罗汉不够了，我们罗汉不够了。我化身能罗？你化身直接按罗汉吧，直接按罗汉，把罗汉按了。无底洞宝宝自己摸好吧，无底洞宝宝自己摸。你化身宝宝给大圣顶个大金 ，OK？ 地府，多回点血吧，行了吧？OK， 我擦，哎呀，五十栋宝宝化身就好了，我宝宝摸五十栋的。他妈的，下波他们来了！我妖风进去，妖风干嘛？你妖风你死定了！你妖风进去，这开玩笑！你妖风血量减半，你死定了！上盾吧，好吧，上盾，和尚和尚接罗汉 ，OK， 你们上盾，地府上盾，无底洞上盾，大唐也上个盾，和尚接个罗汉进中。无底洞的法防给大唐顶个大金，无底洞的法防啊，给大唐顶大金。对面应该是队长金青的，我操！别！无底洞宝宝摸和无底洞宝宝摸摸和尚了没啊？我开了大，我给大方顶大金了呀！我操了！我去，和尚波自己到手，完了，大唐他妈死了，大唐。这边很脆啊，非常脆。地府的波波拉，好吧，我波波拉大唐，大唐起来出个宝宝，宝宝拉一只。OK， 和尚你自己摸，和尚你自己摸，无底洞宝宝也摸下和尚，好吧，摸和尚，摸和尚，摸和尚摸了。大唐出个宝宝啊 ，OK OK。封对面医术干嘛？封个法系啊，我的哥。我确实需要封个法系。我操，十五点血，还金甲一下。还好。宝宝他妈站不住啊，宝宝。我们宝宝飞得太快了。疯狂的飞宝宝。要上人心几层了？两层。宝宝打得真他妈狠。你和尚接罗汉，把罗汉接了 ，OK。和尚接罗汉，地府出个宝宝，无底洞的话封个法器。大唐上个盾吧，你怎么扫不出来？无底洞你封个法器，你妖风封干嘛的？这别妖风啊，我们血量残了。对面化身应该够大了。也行，也行，也行，妖风也对。
他们化身速度好快，他们化身速度。我们大唐可能还站得住，说不定。运气可以，大唐站住了。地府毒回血啊！地府要毒回血。我去封方寸，和尚活血活大唐。大唐的话，你直接踩干将吧，要不把干将踩一个吧。宝宝清二号啊，二号宝死了很多了。二号是个法宝宝，有力劈砍。吴日东，你看着封对面的法器，后面的法器。活两口就会好很少了。他们还给一号吧，哇操，和尚活血活大唐，和尚的宝宝给大唐顶个大劲，把一号宝扫了。OK， 把一号宝只要扫掉啊，扫一号宝。你乌日洞出个宝宝，乌日洞上金身舍利先，金身舍利。和尚宝宝一定给大唐顶大劲，要不然扫不出来啊。地府尽量毒啊，找机会毒。破有没有大爷啊？下把别按快了啊！地府小死亡直接挂后座的法器，吴日洞用惊魂掌给他啊，惊魂掌给他后座的法器。然后和尚的话，你只要提大唐，小死亡挂后面的法器。宝宝全部跟上啊！宝宝这波全部要跟，把后面的法器给我干了。五层剑意，十七回五层剑意。地府他妈比无动输的还快，我操！死！地府甩命谱啊，命谱甩了啊！我打针。和尚给我宝宝活满了算了。和尚给我宝宝活满了啊！无动出宝宝了。无动你出个宝宝行吧，你出个宝宝。宝宝切一号，切一号切吧，可以切。和尚给我宝宝活满了 ，OK OK。我们十一层剑意绝对叠出来了啊，已经六层了，在对面死了这么多回合里面，我们可以叠很久了。
就喜欢你们亲我宝宝。我操，我宝宝给我神一下好吧。对面的死人宝宝是五号八，五号八亲了啊。我宝宝没死，和尚给我宝宝继续活满。我操，死了，妈的！地府你再拉波命谱吧，好吧。大行的话你只要扫对面的五号八，把五号八扫了，和尚拉波金刚吧，金刚拉一波，拉金刚拉金刚。地府再拉波命谱没问题，可以了。无极东要不要金蝉？无极东要不要金蝉是吧？你先不着急，我们出了宝宝再金蝉，你去封对面医术吧，好吧。控一下对面的旅游村，把旅游村控一控。万一你速度要丢吧？我速度要丢是吧？你先这波命谱先甩了，下波再那个啥吧，下波再爪子抓他就好了。对面吃两个回出蓝药。速度圈没时间拉的，拉速度圈还不如拉金刚，我们金刚都拉不上来，还速度圈。我先出了宝宝，对面后那个上了盾，操，金刚拉不上来。这个方寸有分身太恶心了，这方寸。可以，汉女幽村下不动不了。美滋滋。上个塔，你无动这波金蝉残了算了，好吧，金蝉残了吧，金蝉残了。我宝宝摸和尚，我宝宝摸和尚 ，OK。我感觉宝宝还能摸一下我。大行的宝宝摸我旅游村吧，好吧，把我旅游村摸一下。对面这波会打我的，对面这波会吹我。对面消失完回合六回合啊，四活起来二十四回合。我们得注意对面的二十四回合，二十四活一定要接上罗汉，要不然对面两个大秒来了。大脑包摸我了吧，没问题啊。地府爪子抓起对面旅游村吧，好吧。我怀疑我们速度优势要丢。他们的二号包死了很多了。你可以用煞气诀继续反封对面医术，和尚把无力洞活满了。你大行的话，把对面的二号宝宝直接扫了吧，好吧，扫二号宝宝，二号宝扫了。壁垒跟一下啊，把二号宝跟一跟 ，OK OK。水清，我操，分身了这笔。一刀剁死，我操了！连破美滋滋七成八成了吧？七成。我们无力洞宝宝死了还剩几只啊？大概还能出四只。还能出四只 ，OK OK， 还能出四只。你无力洞的话，这一波直接把地形拉的吧，拉地形吧，好吧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拉地形的话，拉地形拉吧，好吧，拉地形拉地形。和尚的话活大堂，活大堂，大堂把这边的。把对面的一号孩子扫了，宝宝干一号孩子 ，OK。你拉个地形，把地形拉了，拉了拉。如果宝宝要注意摸下自己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那是宝宝他妈跳出去了，宝宝想摸谁来着？金琴可以哈，愤怒放了啊，他没愤怒。他只要不是群秒都秒不到这地形的，群秒能秒得到，但群秒这边送愤怒不可能群秒的。和尚给地形来个渡劫，啊，给来个鹈鹕啊，来个鹈鹕。OK， 和尚给。地心来个鹈鹕啊！我宝宝自己开封印。无力洞的话，你这一波的话，无力洞也给个笛子好吧？无力洞也给个笛子啊！地府的话，直接开个无间试一试，就开无间。
两个笛子啊。点孩子没有吗？点孩子没有，点孩子没有。哎，我五龙丹吃出来了，怎么他妈没感召？五龙丹没吃出来吗？这是。我操，无间开不出来，方寸够罗汉没办法。有两个笛子，好吧，也有威力啊。操，我罗汉被笑掉了。二三二四，我对面要活了。哇，操了，一个刀没瞄死，他妈孩子还省了一下。忍不死啊，我得隔对面两个大瞄啊。我们罗汉没了，我们有人够罗汉没？够，快说话，有没有够罗汉？不够，不够的话上盾好吧，上盾上盾，大唐也上盾好吧，盾上着，和尚也上盾，全体上盾，啥都不说了好吧，上盾上盾，全体上盾，全体上盾。这一波秒过来，对面很凶很凶，两个六神风铃，两个大秒，我们几神剑意啊？现在我们九神剑意，不用灯笼的话少了少了一层灵元，对面都虚了啊，催眠了。地府的封印开了没有？哎，地府的封印开封印了没有？地府，我擦，完蛋！你乌日洞完了，乌日洞比地府出的快，我操，要命了这是！哎，两个人封印都没开，我操！两个人封印都没开，关键开不了我这是。你乌日洞错好吧？好吧，和尚错好吧？好吧，这波错好吧？算了，快错好吧？错好吧？没宝宝错好不好啊？你大胆扫吧，好吧，扫 ，OK OK， 没得整，没得整，我们点不了。我想剑斩着把对面的法器点了，但是地府消霜给不了。算了，把对面给水星的活血活上了。确实是活血活上了，没得整，没得整。我操，孩子防御了，他妈的！哎呀，连破没资质。你无力动把无力动把金身舍利立起来，好吧，金身舍利挂起来。地府那边有酒没？地府直接接罗汉，地府盖罗汉，盖罗汉，把罗汉盖。你大堂直接扫对面的五号宝宝，好吧，把五号宝扫了吧，扫五号宝宝。拉金刚了，拉金刚拉吧。摇铃铛把那二号宝宝摇走，好吧，这二号宝宝对面的方寸死了很多宝宝了，要摇就摇二号。对面未必有愤怒笑我们的，分身，哇操哇！哎，没封中可以啊，美滋滋，这波罗汉接上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我们地形他们浪了一次，对面方寸憋了波罗汉，你这要命！可以死一层，连破还来不？嘿嘿，这大秒秒的是梅子枝，这大秒秒到盾上面了啊，梅子枝。可以，但秒不出伤害。地府把地府保一扫好吧，活血活地府，把地府活了。我去封方寸，然后你无动的话，给对面的医术封一个那个就是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煞气诀，好吧，给他们一术封煞气诀。
十一层了啊，很少带弹射了。煞气就给你封上，你啥都动不了，下不中，给老子操了。好硬的这宝宝打不动，你大行的话直接去扫后面的法系，小死亡挂后面的法系 OK，小死亡再挂后面的法系，你和尚的话给个鹈鹕吧，乌日洞不用给了，乌日洞直接给灯笼就行了，好吧，给他们减血量就行了啊。给了，我没有鹈鹕了，我没有毛。你那里水仙，现在不够。那你看着来吧，好吧，你看着来吧，乌日洞不用给灯笼就行了，地府挂小死亡啊，只要扫啊，十一层建议不让贴了，已经扫就行。那、啊、这一波未必扫得出来啊，我操！我操，对面还没甩，放下土刀。好，有惊情这一波，他妈的没事弹他们一波，这不就是弹他们一波也 OK， 而且我有罗汉，那边拿我们没办法，不用破保护了啊，那边已经贴不了了。我操，金甲挡住没死，我们地府有对面和尚速度快吧，我记得有快也不行了，快也不行，我先接个罗汉好吧，我先接个罗汉，我自己开。你和尚有没有和尚的利塔吧，哈利一个好吧，利塔吧，哈利一个。无地洞起塔了，无地洞可以上塔上吧，宝宝干五号吧，八五号都不干了。这封印不需要开，最久他妈四回合，封印三回合确实不用开，需要给点破甲术，我们破甲术没丢，对面金甲挡的话我们搞不死，攻切不了他。然后这把小船被解了，小船不解的话应该是死了。没有毛鹈鹕了是吧？对。那个无日洞的孩子摸大堂啊，不让大堂被吹了啊，千万别让大堂被吹了。我操，五号宝三好高，五号宝宝。四号宝三好像也高。你和尚给我活血活了好吧，大堂只要扫对面旅游村，把旅游村扫了。OK， 只要扫旅游村啊。无日洞的话给对面旅游村上灯笼上吧，好吧，地府给他挂个小锁啊。扫他和尚给我活满。我操！我不会死了吧？对面的方寸喝酒了。五号宝宝给我弹死啊！我操，那五号宝宝可以，这五号不弹死，我可能真的挂了。啊！我死了，神佑一下吧，大哥。他妈的，是真难受！我操了，被飘中了。我自己拉好吧，我自己拉起来，我自己喝酒。OK， 和尚的话，你这一波，和尚的话，你这一波能干啥？上盾吧，好吧，没事干，上盾甩铃铛都行。OK， 无动去封个法器，封个法器，封个法器。
我的封印不用开吧？你这封印我看一下，两回合一会，一会不用开，不用开，不用开。那方寸是个满愤怒，我有罗大哥，我有罗1100的血，哇操，完犊子，我没有酒了，这他妈要命了，我没有酒了，我操了，我没有酒了，我没有酒的话，你无动这一波人拉我好吧，和尚给我活去活好吧，无动人拉我，和尚给我活去活了。OK， 你大汉罗汉可以。OK OK， 和尚要不零元推吗？到底怎么的？快点！算了吧，你活去活吧，好吧，活去活。那个无动孩子给我顶个大金了啊！无动孩子给我顶个大金。这一波对面两个大秒，可以封大堂，美滋滋，我们活了。对面四号续命，把续命杀了就行了。就问你蒙圈不蒙圈？我操，蒙不蒙圈？大秒了，美滋滋！我问一下，我们无动的孩子能不能配大唐树的优势啊？我刚没注意，是先摸的还是先摸的是吧 ？OK， 无动孩子开啊！和尚，你再给我活一手好吧？再给我活一手啊！120是吧？120，你走金青好吧？金青金掉吧，那孩子不用开了啊，走金青，魔镜加上扫对面硫酸，把硫酸扫了。有蓝没？给我吃个蓝，我加魔镜。OK OK， 我给你吃蓝。就给我把这本女妖生给我办了啊，给我把它办掉，办他女妖生就 OK 了。我操，金器没出，我日啊！我还是应该摸自己的，想啥了？你肯定呢。好，剑斩斩出去他们也好，剑斩斩出去他也死了。我们地府没宝宝，大头没宝宝是吧？你们出宝宝好吧？无动摸自己 ，OK。出宝宝，无动摸自己，快点。愤怒是满的啊！你愤怒是满的，你直盖罗汉把罗汉盖了吧，你直盖个罗汉金钟，直盖直盖，下巴盖罗汉盖不上了。孩子摸自己了没有？摸了摸了，化身的，我没摸，你又被锤了，我的哥。你看一下节奏啊，这是肯定要摸呀。下巴我放罗汉吧。嗯，下巴放罗汉。我操了！你们谁宝宝摸我吧，我给女儿送顶大金。我操，五号宝宝一定干死，五号宝宝干掉，五号宝宝伤害高了。你大胆够破血，把五号宝宝干了。OK， 我直接个罗汉金钟啊，我直接个罗汉。您宝宝给我顶大金啊，大金给我顶上。你大胆不够破血，那你自己开了，你平砍对了，五号宝宝砍死了。OK， 砍就砍死了。谁摸一下无底洞，我给女儿送顶大金，我孩子。我摸你无底洞，我摸你无底洞，和尚自己摸自己。OK， 大胆你自己开啊，大胆自己开。这波别很傻，这波很傻没有意义。我们有点杀了，
还好地府这么是毒的，还行。对面的军情不是空大吗？这军情。我把五号包砍死了，五号包不死，我有点伤。那五号包有问题了，五号包可以漫天美滋滋，死啊！我操！千万别死了，我哥可以，五号包，五号包死就 OK。前面在拼命的秒死我。你和尚给我刘顺活血活了。和尚给我刘顺活血活啊！地府消死完，直接挂这边刘顺，把刘顺挂了。OK， 无力洞里走金青了，把金青放了啊，放金青，无力洞放金青。烧死他兄弟，烧死他赢了，这宝宝是个恶霸，他死定了。我既没加呀，我自己加了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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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死我他妈虚弥拽死他了，不死了。地府你先把命谱甩一波啊，什么都不管啊，就甩一波命谱，下波我们还有点杀，对面没了。宝宝注意摸自己啊，和尚特别和尚注意自己摸自己。你无论把金身舍利立起来好吧，金身舍利你 A 出去干嘛啊，金身舍利，抱歉，宝宝摸了自己看到了，和尚注意自己摸自己 OK。金身舍利挂不出来，拉倒吧。操，摸不到，妈的，这么亏的吗？和尚直接放金青，小死亡直接挂后面那个法器 ，OK， 挂后面那个法器，小死亡挂后面那个法器把他扫了。和尚你放金青了，我借罗汉的。和尚宝宝自己摸啊，大唐自己加魔镜，对面风扇没有用啊，风扇的话继续搞死。你还放不上干将不？我还上毛线干将，这是直接烧了。两刀切了我擦！地府再甩一波命谱啊，命谱再甩一波。和尚火把大量火满了，无极中金蝉还是金身舍利？金身舍利吧，金身舍利包宝宝吧。
这顶个大军呢？他自己顶的，要多。那我就不吃了吧。一会儿乌鸡都还得给你吃完。还好顶了个大军。你摸自己了没啊？我摸了。不顶个大军死了。活血活了，大唐直接。嗯，小死亡直接挂这边的前面的法器，好吧，小死亡挂前面的法器吧，把前面的法器点了 ，OK， 活血活啊，活血活，大唐这波加魔镜，无厘冬的话你去，妈吃完啊，吃完是吧？我给你吃一个，无厘冬这波的话你上个塔都行吧，好吧，把塔立一个吧，我们一会把你一会看把愤怒续一续，你给他吃来，我摸大唐，不用，我头上有花，稳风中，百分百风中。地府下部再甩波命谱嘛，结束了。给渡劫没关系了啊，给渡劫就弹伤害，越给渡劫越好。除非对面仍然防御，扫不住伤害，扫不住伤害就没办法。我们地府手抓还在啊，我记得手抓还在，没有手抓了，抱歉，爪子抓了。3000多开刀了，弹呐，弹死个孩子，连破美滋滋。对面应该只有一丢丢血了。我再续命拽死他算了，我应该打出去了，我操了，就差个壁垒伤害了。你地府也拽续命拽了，好吧，地府拽续命拽了。无动的话去封对面队长去，用妖风则封队长，好吧，队长封了。OK， 地府拽着续命，扫谁？扫对面的和尚吧，和尚扫了吧，扫和尚，扫和尚吧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。没死，我操！应该弹死他了吧？应该。提壶提的是自己。3000开和尚了都，可以发，他发就被弹死了，被弹死了。我操，没喊到，我操，你无动也拉只续迷好吧，无动也拉只续迷，你自己拉是吧，你自己拉，地府加个王亮追魂好吧，地府加王亮追魂，和尚这波先把无动活满好吧，稍微稳一点点，没搞死，看我这续命能不能爆死，最后到弹到法器，法器死了，我们地府还有命谱没甩了，还不命谱没甩，搞不死的话对面全活了，没问题，吸不起来，你们谁有他快啊，只有我有他快，上瘾扫了那个隐身宝宝吧，可以上瘾扫隐身宝宝可以了，那边方寸解不出来，扫隐身宝宝他们都得喊死了，应该
这把烧隐身，莫把他们人应该都快弹死了。事前弹，只就弹这三个。全弹死。嗯，无底洞和尚全部给他宝宝摇铃铛，好吧，把他宝宝摇走。OK， 给这宝宝摇铃铛，把他摇走。我点错了，大哥，我点了个什么铃铛？点个巨摇铃。应该是没有办法了，他们和尚人心都没了，我们大人还有剑斩在身上。可以摇跑了，美滋滋。你无底洞再换一只宝宝，无底洞换一只宝宝好像换不死。无底洞你加笛子好吧，给加笛子，给你宝宝加笛子，无底洞给你宝宝加笛子。OK， 你大胆扫对面的一号宝宝好吧，扫一号吧。我宝宝没有感知啊。你宝宝没感知啊？那你给我宝宝加好吧，给我一号宝宝加笛子加笛子。给这一批加。给那个力皮加干啥了，给虚弥加一样的，都一样。我跟你说，你大胆扫出去，对面的幻视就弹死了。宝宝多好，炸死啊！没结束啊，结束有系统信息，打神了。你小死亡给他挂好吧，小死亡给他挂啊！我去封他。你和尚的话，给我宝宝活一口吧，把我宝宝活满好吧。嗯，无底洞还有笛子没？有笛子继续给宝宝加，给我宝宝加，继续加，继续加。没中，我操，地府无间开不出来，你妹的都是。我人开你，好吧，你这小死亡直接挂对面的法器。大行的话扫刚神那个宝宝，开五间也行，开五间也 OK， 开五间，我人开你，扫那个刚神的宝宝，三号宝宝死，孩子加个鬼眼，化神的孩子加个鬼眼，把他三号宝宝扫了 ，OK， 弹都可以把他们弹死了。三号哪个三号？我的哥，中间那个是三号啊，那个是四号，还好神了，不神弹一下。好人神了对面。铃铛给他摇走吧，这宝宝，给他摇走。
哎呀，我的妈，什么鬼？他妈一天到晚大课，我操的，全是大课。这他妈的，这把罗汉接的好啊，各种接罗汉，这把罗汉接的美滋滋。